City Girls 活力热舞为圣诞节这一天的台日高中棒球精英赛揭开序幕。 高院攻上迎战前夜线组成的明星队，推派张景玉担任先发投手。没有想到开赛他就投出四坏保送，尽管随即抓下两出局，但是阵中四番的野靠新贵，自己右半面安打送回垒上跑者，甩得得分，也开启了球队得分开关。接下来他们似乎掌握了张景玉投球节奏，其中林木焕太在满垒时送上左外野安打，连拿两分，首局就取得了4-0领先。不过高院的反击也没有来得太晚。 二局下第六棒的翁耀宗带头打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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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是追到比分差距。至于此战高院先发张景玉，尽管只投一点一局就被敲出六支安打，丢掉四分。但是年仅高一的吴胜宏解体表现称职，后援六点一局送出四张老 K， 只在八局上半丢掉一分。比较可惜，绿色怪物几次攻占得点圈都无功而返，中场就以3-5不敌陈业。来自新闻综合报道。